先生，棋盘街怎么走？门要到哪天搬到老北门去了？不在棋盘街。我要找的是兴隆五金店的老李。老李今天不上工。 陆晨同志，您好，我姓胡，胡建华，建设的建中华的华，从今天起，我将接替老赵，成为你的联络人。你好，胡建华同志。黄台米粉店被敌人发现后，老赵和魏大元同志。 反应很快，撤离的及时，没有发生更严重的后果。老赵已经向组织说明，因为他的疏忽，让孩子拿走穿孔银元，造成不良后果的情况，也请求了组织的批评处分。这件事情，不管组织上怎么处理，我还是要批评你。 叶星城调查三百大洋登报悬赏的事，你作为潜伏在76号的卧底，叶星城身边的人，没有及时向组织提出预警，造成如今这样的后果，你难辞其咎。我接受组织的批评，但是现实斗争情况复杂多变，叶星城在这个问题上瞒住了所有的人。 包括76号，与其怪敌人狡猾，不如多检讨自己的失误。是，您批评的是。我刚才说话有点重，请你原谅。该批评批评，该表扬也是要表扬的。特别是你能够借助军统的力量，收集腹背红的情报，让我们化被动为主动，这点非常重要。 那么接下来的任务，就是要阻止这个汉奸的卖国行为。我已经找到了傅北红真正的藏身之处，进一步的行动计划也在准备当中。太好了，需要组织上怎么配合？傅北红就藏身在红帐夜总会里，地点很敏感，危险也很大。我目前的计划是，调动军统的力量，鼓动叶星城制造混乱，乱中取胜。 由我亲自参与。还有，转移谭星如的计划，也要综合考虑。一方面，谭星如身边有不少监视他的特务，走到哪里都跟着；另外一方面，傅北红和谭星如是李立行攥在手里的两张最重要的牌。傅北红如果出事了，谭星如那边也会受到影响；反之也是一样。所以，一旦傅北红这边有所行动， 唐星如也要立刻撤离，一箭双雕。你的建议我同意执行，具体怎么安排，我们再商量。现在有一个决定，我要告诉你和陶玉玲同志，组织已经安排魏大元同志撤离了。等老赵和我交接完工作，也要马上离开上海去执行别的任务。你觉得如何？我没有意见。 但是，到这离开之前，是不是应该见女儿一面？能不能安排？不是我们不近人情，是敌人逼得我们不得不如此。说到孩子，杜鹃同志，你在自己身边的事情就没处理好。 这样会造成很严重的后果。我身边的事情？什么事情？乐言悄悄跟踪老赵，甚至和老赵见面了。你们不能对孩子就放松了警觉，大麻烦往往就是在这些小地方上产生出来的。这个确实是我们管教不力。 但是在这件事情上，我有一个请求，我跟乐言
一直都瞒着陶月玲同志，孩子不愿让他妈知道，所以我希望组织上也能尊重一下孩子的感受。组织在康脑透露的即时药铺设了新的联络点，一般的消息仍然是报纸暗语传递，如果必须要见面，你要注意店铺前的招牌，如果上面挂的是老中医坐堂的牌子，则表示安全，如果没有，则表示不宜见面。明白了。找到组织了，老赵和老魏又都没事儿，这太好了。胡建华同志应该已经在我们周围观察一段时间了，发现了很多问题，也包括孩子们的。孩子们怎么了？也没什么，就是让我们注意管教上的问题，让孩子们不要去接触那些不该接触的人。总之，胡建华这个人吧，说话虽然比较冲，但是心思很细，什么都瞒不过他的眼睛。组织上派这么一个人过来，其实挺好的。不管怎么样，老赵现在是安全了，可这又要撤离。哎呀，撤离也挺好的，我这心里算是彻底踏实了。是踏实了。不管怎么样，终于跟组织联系上了。接下来就是赶紧把这个唐鑫入夜转移走。嗯。还有鹦鹉。鹦鹉怎么了？他这几天已经代替我去给李立兴做饭了。去高阳楼了。估计啊，是想勾引李立兴。苏小姐，苏小姐，下班了。又给李主任送饭了。是啊，李主任啊，最喜欢我们小汤圆的薏米猪肚粥了，今天又点了。苏科长，苏科长，已经两天了，叶星城究竟什么时候动手啊？他还在下最后的决心。难道不是你工作做得不够到位吗？寻找一切理由都是为了逃避工作。叶星城再不动手，你就等着去沈建伟报道吧。苏小姐，那我就先走了啊，再会啊。我想了一下，你暂时不要去做了，我不想让你冒险。
的礼物已经准备好了，今天晚上就开始送到。你真想好了，你可以不去的。喂，方副处长。老爷说今天晚上要去红帐，问你要不要一起去啊？哦，我家里边还有点事儿，就不去了。哦，对了，就上次我跟你说的那件事情啊，流程我都已经安排好了，你叫手下人照办就行了。好。注意安全，我在小桃园随时等待接应。叶主任，哎呦，我这车好像是出了点什么问题啊！哎，叶主任，我也不会修车呀。这李主任还有东西让我送给红帐夜总会的前经理，你说这时候这车，我来。那就辛苦你跑一趟。不辛苦。东西就在这儿呢。哎，好，好。叶儿啊，是这个吧？对，你到了红帐的内厅里啊，打开箱子，让钱经理验一下货啊，必须得是当面验好了啊。钱经理这人大气，说不定还能给你几块大洋当小费。哎呦，谢谢叶儿长，去吧。哎，好嘞，给我开个门。注意，小姐。哦，或者我应该叫你银狐。你好像一点也不惊讶。换上吧。对，那个我找钱经理，啊，跟他说一声。76号的李主任啊，有东西给他。啊，您先到里边坐一下，我去请经理。钱经理，啊，这个李主任托我给您送的货啊。李主任啊，他能给我送什么呀？哎呦，这我可不知道，要不咱验一下货。
傅先生，我们是李主任派来接你的，请你立刻跟我们走。傅北红先生，夜总会发生了大爆炸，情况很紧急，请你立刻跟我们撤退。慢慢爬出来，别乱动脑子。一直开枪。别开枪。你的梅花油资料在哪儿？我给你们找。交给你们，资料在哪儿？就在柱子的夹缝里。就已经到了，我们得趁救火队忽然出去。撤。你们先走，我收拾一下现场。快抬走。资料了吗？
那应该就是他为了活命而找的理由。有可能。我去换一下衣服。去现场看看，轰炸跟七十六号没有关系，咱们师出无名。明白了。给我接西林公学郑南燕校长。傅佩红已经死了。银狐拿走了梅怀游的资料，而我却得到了这个。这是什么？东北地区石油勘探资料总会，这个对于我们来说更有用。你把它收好，我怕带在身上不安全，我现在得回去凑凑热闹了。你注意安全。放心吧。不能出事情，记住，这件事只有你我知道，郑飞雄都不晓得，我只能靠你了。先走了，好，弟兄们辛苦了啊！收队。大伙儿一定要积极配合，争取调查清楚了，早点回家。让一让，你们干什么？特工总部过来帮忙。老叶，有事儿？哎，出什么事儿了？我也刚到，是炸了吧？你怎么来了？我在小桃园那就听到动静了。谁这么大的胆子，敢在丁部长的地盘上搞事情？今晚发生在红帐夜总会的爆炸案件，我们怀疑。是特工总部李立行主任所为。你放屁！你为什么？来，过来。这个人是首先接触凶手的，并且受到了爆炸的波及。凶手携炸药来的时候，口口声声说是七十六号李主任给钱运生送东西。你们办案不动动脑子吗？那凶手说的话能信吗？我们李主任堂堂特工总部负责人炸一破夜总会干什么呀？我可听说李主任和红帐夜总会幕府老板丁部长素有嫌隙呀。话虽这么说，那你们也不能红口白牙的就给主任定罪吧？不行，哎，这事儿咱们得管，不能让人家随便给咱们七十六号扣屎盆子。铁铮，在，所有人都带走，回去一个一个审。都带走！哎，您没有权利抓人。都带走！事关我们七十六号和李主任的名誉，
我们没权势，谁有权利啊？那不行。哎呦，这位大哥都是为了工作，是不是？不劳费心了啊！走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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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说对，是。副处长，副处长，这怎么了？自己不会看呀？炸了！我进去看看。郑秘书，我是主任秘书，让开。郑校长，你以前是主任秘书，哎，你现在不是回你的新林中学当副校长了吗？这儿的事儿跟你一点关系都没有啊！赶紧回去洗洗睡吧，明天早上孩子们还得上早操呢。钱玉生，钱经理呢？八成是炸成灰了吧？等等，生这老家伙藏了不少秘密啊！坏了，什么坏了？这儿的人到哪儿去了？什么人？这一炸都跑了吧？谁呢？这是魏红不见了，不见了。钱云生被炸死了，他的密室也被烧了，现场很乱，我没找到人。你的小舅子叶星城，在现场抓走了很多人，说是爆炸案的疑犯，不知道关去了哪里。快去找，一定要找到。傅北红活要见人，死要见尸。刚才洪章看到了这男眼，他就是去找傅北红的。人没了，李立行的第一要务一定是抓紧时间去找傅北红，顾不上其他。待会天一亮，我们就赶紧去找胡大姐，商量转移唐心柔的事情，这是最好的时机了。好，这个叶星城还真是条疯狗啊！最好他跟李立行能够闹得越大越好，让咱们的压力越小越好。他现在怕是顾不上李立行了，应该在苏小姐那邀功呢。
苏小姐。苏小姐。等我一下，酒已经倒好了，你先喝着。回去了，早上给你做早餐呀。我知道，就算你回家了，也是孤零零的一个人。先生太太，是诊病呢还是抓药？我太太最近有点不舒服，我这儿有一个方子，缺了一味药，王不留行，不知道你们这儿有吗？这味药我们这儿也没有，不如让坐诊的老中医给换个方子。行，谢谢。好，两位里边请。这就是陶玉老赵，陶玉林同志，方家树同志，老赵同志，坐吧。这位就是陶玉林同志呀？我是。郭大姐，是在老赵走了之后跟我们一起工作的。老赵走了，我们以后就向郭大姐汇报了。小陶同志。现在可不是儿女情长的时候，革命工作可容不得任何杂念。我没有杂念。我们先说工作吧。刚才带你们进来的是马清泉同志，他将接替已经撤离的魏大元同志，配合今后我们的行动任务。昨晚红帐夜总会的爆炸我们都已经看到了，但是傅北红人呢？还有他的研究资料，我们拿到了没有？傅北红已经被处决了，煤化油资料被军统拿走了，但是我得到了这个。东北地区石油分部的资料总会，请组织确认。好，我这就把它交给上级来确认。如果资料属实，那可是大功一件呀。我今天过来，还想说一下关于转移唐兴如的行动。李立行那边应该已经知道了傅北红的问题，郑杰的团团转。郑南燕肯定在帮他处理这件事情，无暇顾及唐兴如。我认为，
现在是最好的行动时机。嗯，我同意。老赵，你也说一说。据我们长期观察，唐兴住的那个地方环境太复杂，不适合采取行动。相比之下，西陵公学更空旷，更容易动手。如果大家没有意见，那我们就准备在早上上学的时间行动。哦，我还得补充一点。李正勋同志生前啊，告诉我，他和唐兴如之间有一个只有他们自己知道的暗号，希望对我们的行动有所帮助。杜鹃同志，我有话单独跟你说，跟我出去一下。怎么了？来，帮我装药材。您是要给他们俩腾地方吧？你是不是也觉得我是个不近人情的人？可是您说的话都是在理的，习惯也就好了。你怎么了？啊？怎么一进来就撅着嘴啊？如果老方惹你了，你就应该在自己身上找找毛病。你说你这……赵全章同志，同志之间是不是应该保持适当的距离？谁是你同志？一进来就管我叫陶玉玲同志，那是同志，也是战友。谁是你同志？这么长时间没见面了，都急死我了，知道吗？你以为我不急吗？我不急着想见你们吗？啊？可斗争形势不允许啊。这以前吧，不见就不见了，反正都离着不远啊，就在附近嘛。可我这要撤离了，还指不定撤到什么地方，有可能再也见不到。我不许你瞎说，一定能见着。之中，只顾着失望。